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上帝，我点评让你永远看不腻。皇帝，我身为传说对决的大前辈，虽然说跟布布恰恰、佑哥、萝卜等等一些上恩的实况组，什么叫上恩的实况组？反正就是跟一些比较那种大牌的实况组，皇帝我跟他们比起来略为逊色，但是我的鬼点子还是挺多的。那今天各位看一下这个传说对决的界面啊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？看到这边，我先说哦，你们不要去看后面，你们就看这边就好。我现在给你们十秒钟，如果我这支影片应该开首播了，如果你们能够发觉这个页面哪里怪怪的，皇帝我就叫你爸爸，我先叫了，爸爸，爸爸，阿比，爹地，神经病。好，我有点疯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最近压力太大。好 ，OK。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头发，哎呦，我的绿色头发现在已经有点变干草了，有看到吗？我刚洗完澡，现在头更像那种枯草。好啦，直接跟各位讲，这个页面呢，哦，各位可以看到，你们可以在这个游戏的画面上看到皇帝我的滑鼠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哦，因为皇帝我现在是用模拟器在玩这个传说对决啊。什么叫模拟器？我现在是用电脑登录传说对决在玩的，哦，用电脑。所以等一下皇帝会用键盘，啊，我拿没办法拿一个很高给各位看，这个线卡的键盘。然后呢，我会用键盘上的上下左右键搭配滑鼠，线都卡在一起，滑鼠哦，然后会搭配这两个东西呢，滑鼠点技能，方向键就操控方向键，哦，非常的难。那为了让我们能够适应这个模拟器呢，皇帝我就找来我一个朋友，而且我们今天都玩射手啦，哦，都玩射手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找来我们朋友，我们两个人会双排，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的账号都是这个新手账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非常害怕开本账会被雷爆啊，应该说我们会雷爆队友。难得我们开模拟器来玩，你看这个账号多久没开了，还有回归礼物，这克里希的这个造型真他妈低骚。不过每次都送这个造型，可以叫官方给点别的吗？哦，来，有了有了，对面这个女生我认识，对面这个女生我认识她，我是认识她的，这个人要么是被盗照片，要么就是我朋友，这样来，我们这一局拿下是我们的输，有看到吗？连造型都没有，好久没有玩这种没造型的那个角色了，不过不影响我们的狙击啊，依旧威猛。那可以看到我们的队友，糟糕，两个中路要互抢了，果然是 B 排场，真是糟糕。 What the fuck， 我打野不愧是 B 排场，我们来看这个罗尔到底秀不秀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一局的目标也不多啦，就是拿个 MVP 就好了。OK， 那我其实蛮期待的，因为就是觉得哇，第一次用模拟器玩呢，咻比嘟啊，咻比嘟啊，哇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来，各位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有看到这个书的轴那个吗？哇，这个操作行云流水啊！你们如何判别皇帝我有没有用键盘玩呢？哦，你们等皇帝我一下。哦，皇帝，我把镜头等一下往下瞧一点，你们就看到我用键盘在玩了。哎呀，这个名字真的是很 sexy。来，我们往下瞧一点哈，往下瞧一点，你们就会拍到我内裤啦。来来来来，哟，真的用键盘，真的用滑鼠在玩，键盘啊，键盘跟滑鼠。OK， 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起手要玩射手呢？因为玩射手会比较简单哦，射手是打普攻的嘛。OK， 卡莉在旁边，我们来放个眼。突然觉得传说对决变成一款很陌生的游戏。这个 G 依旧威猛，干好痛啊！卡莉，干这个 G 多惨啊！哇！要不是要，如果是用手机玩，我不是用模拟器，我早就打死他们了。哭啊！我不知道在玩什么，被抢到靠背，糟糕！因为我用模拟器玩，直接错失了好多那个。哦，这个 G， 其实我觉得玩输是对的。这个 G， 看。痛啊！射我干嘛？又不是我打你。啊，看眼放到眼了。
你没了，你没了，还蹲啊？你还蹲啊？你动作恁爸缩嘎嘴呢？还敢蹲啊？他以为他没被看到吗？啊，模拟器玩也很强啊。哇哇哇呀！那个他们是都没发现那个眼就在那边，是还是这个场次的人是不会踩眼的、啊。皇帝我觉得很迷样啊。敌人消失。幸福。罗尔罗尔罗尔，救不了你啊罗尔。Nice。新的希望。哇哦哦！死了吧，死一个吧。所以啦，我真的知道那卡莉是谁，除非他是盗照片，不然我真的知道他是谁。那卡莉不理我、欸、也是啦，毕竟我开一个内裤大队长的账号，是女生看到都觉得是个变态吧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来出来。用滑鼠打超准的啦。所以有看到吗？这就是狙击王的威力。用电脑玩又怎么样？啊，用模拟器玩又怎么样？啊！居然！绑他，绑他，绑他！你在干嘛嘞？鸡蛋糕嘞？你在绑嘞？哇，没击到！哎、欸，这个大象其实好像还不错哦。点塔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们的马洛斯怎么肥烂啦、啊？啊 ！What the fuck！ 哇，这个瞬移白交了，超丑。不过我全队经济最高，所以。哦，狙一个啊，被挡住。所以神狙王啊，哇，走，好的，哇哟。各位，我跟你们说啦，好不好？我看那个塔王点不掉哎、欸。哎呦，一露头一出来我就逼哦，看到我们看到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用模拟器玩书，你的狙击还不错，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很熟悉的把书的操作拉满，因为键盘跟用键盘玩就跟滑鼠就感觉怪怪的。哎、欸，这个，我心中有数。魔龙凯撒觉醒进化，废墟之上，炮车出行，没事，我们站近一点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来救我。哇，没中，很尴尬。来了来了，你们的那个输出来了，哇，这局都被马洛斯表现去了。没事没事，用模拟器玩超忙的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画面超大，然后你眼睛会看到脱汤。如果今天是玩纳克罗斯这种角色，用模拟器玩怎么玩啊？还在绑啊？哇的，还在头啊，绑啊！哦，开始撤退。摩尔，新的力量，新的希望。哇，我都残血放大对面走哎。拉开距离，不要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！看你娘嘞！虽然你们这么烂，但是拯救世界的男人还是来了，从不缺席。哦哦哦哦，西巴西巴，帮我挡一下！哦，这个艾瑞跑自己耶！哦，要流了吧？要狙一个，衰了。
其实我觉得到后期玩这种普攻角色、会猛烂。来，我在后面支援你们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吗？有吧？有吧？有吧？我天哪！我在后面这个输出补的有够满。哎、对面来剩谁？剩谁？用模拟器玩真的好累哦，比用手机玩还累。各位喜欢我用模拟器玩吗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就想说有这个企划可以拍一下。所以，我死光了。可以啊，感觉用模拟器玩的比我操作还好。你有病！我就偏不打塔。喂，各位，来镜头转回来。我觉得马洛斯应该是 MVP， 我应该第二名啦。我打成这样，我应该是全队第二名啦。马洛斯给你啦，你这个应该是开小号再打，我应该是第二名，全队第二名。哇，我第三啦，这个罗尔鸡巴嘞。没做事还给我拿第二名，鸡蛋糕嘞！没事，各位用模拟器玩，第一次玩这样，我已经觉得几把分了，很屌，很强啊 ！OK， 那今天用模拟器玩传说，各位你们感觉怎么样啊？我打的是很痛苦啊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鼓励，皇帝好棒之类的留言。对，真的蛮难打的，而且可能是我把画面放得太大，所以玩起来很吃力，眼睛要看的地方很多，眼睛快脱糖了。那我把模拟器缩小一点，缩成这样应该会好打很多。对。好啦，我先拍一集，我们来看回响怎么样。如果大家觉得用模拟器打传说很好玩，觉得很智障，那我就考虑拍下一集，对吧？前提是要大家喜欢 ，OK 吗？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各位喜欢，记得订阅我，打开小铃铛点一点，谢谢大家皇帝，我的影片让你永远看不腻。那我们下一部见啊，大家拜拜。我发现我用模拟器玩，好像玩的比很多玩家都还强，我应该是模拟器杀手。